The Prime Classics 三藩市演唱會，多謝大家 ，thank you。 咁啊，所以今晚大家睇show之餘咧，都希望玩下娛樂下，祝大家今晚都有所斬獲，恭喜大家！恭喜大家！恭喜大家！因為我哋今次啱啱security check耐咗少少，所以有一部分觀眾。
等耐咗，我哋就唱翻啲其他父母唱嘅歌啦，好嘛？好，以下嘅呢一個部分喺今次嘅呢個 show， 今晚咧大家會聽到一啲喺我自己嚟講係屬於喺我嘅 library 入邊算係比較多咁熱切嘅作品。咁當然今晚亦都會有啲翻唱歌啦，今晚都見到有一啲我嘅哥哥姐姐喺我嘅場，係啊，都幾開心喎！我放眼望落去，我哋今晚嘅年齡層都幾闊嘅，有冇啲零零後嘅 fans 啊？即係剩低嗰啲全部都係一零後啦，係嘛？收線之後，我揸住個電話好耐，令我諗翻好多自己喺讀書嘅時間嘅嗰段嘅光景。而家出咗嚟社會做事咁多年咧，真係覺得喺學校讀書嗰段時間水很多，因為除咗要考試啊、温書之外，其實冇其他。所以無論喺嗰陣時發生嘅友情啦，喺嗰陣時發生嘅情竇初開嘅愛情，都係特別刻骨銘心。而係希望大家跟住我嘅呢一首歌。一起回到去我的中學時，送給大家百年樹木。